别人也给自己一个痛快。你带出去，没带回来的可多了。你说，来啊！这是不是够惨的？报告队长，子弹打了200多颗才取下那么几个对他毒丸处置啊！队长，是没想打都不会。麻烦你不要影响大队运作，学长不要再碰飞机了。快，快，快，这台车！我不是共产党，你是。他说你们少队长长袖之耻，逃难逃得出卖自己的老队长。